文化多样性，积极保存保护多元文化。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世界和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注定世界有你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今天文化部文化部长你特别的参与这个活动，特别我们也带来了两个，包括我们台湾的节目，包括我们传统培养艺术，有布袋戏、黄俊雄布袋戏跟小西人布袋戏，还有我们也带来了我们台湾的传统工艺的相机的展览，那还有我们艺术的自己。所以我欢迎各位代表、各位参与贵宾，能够在有空的时候参加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展览的邀请。贵国部的人一位顺利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施国龙局长的支持，感谢您今天。颁发感谢状。首先呢，我们要恭请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请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我们来颁发感谢状，感谢促成2020世界神明联谊会的各位功德主们。我们要邀请以下颁发对象。首先，让我们欢迎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刘昭明、陈秋琴、胖丽。我们恭请宝和尚为我们颁发结缘礼。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感谢，谢谢。好，继续呢，我们邀请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陈和顺、西米竹伉俪。很和顺哦，也恭请宝和尚我们颁发结缘。好，接着呢，我们继续欢迎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罗里阿飘女士，来掌声欢迎。哦，我们也同时恭请宝和尚我们颁发结缘。继续我们欢迎是乔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七栋董事长，掌声欢迎，谢谢。我也同时邀请宝和尚我们颁发结缘礼。继续我们也同时邀请欢迎是南投慈善宫公主黄敏阿纪暨全体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委员们，来共同邀请他们，谢谢。我们再次感谢黄礼记黄礼公主，谢谢。好，继续呢，我们也邀请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刘国秀理事，掌声欢迎，谢谢。也恭喜宝和尚我们颁发结缘礼。继续呢，我们要欢迎是格致中学的校长郑金伦、肖玉芝、伉俪，欢迎他们，谢谢。好，继续我们欢迎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理事范思君、范女士，来掌声欢迎。范思云、范女士，来掌声欢迎，谢谢。好，继续我们邀请是中华妇保生活推广协会的名誉理事长陈顺章先生，来掌声欢迎，谢谢。继续我们欢迎是益久美食有限公司汪一宏董事长，掌声欢迎。继续欢迎是玉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王婉珍董事长，掌声欢迎，谢谢。最后我们欢迎是裕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柯介正董事长，掌声欢迎，谢谢。以上的12位，我们非常感谢这12位的贵主来为我们促成了2020世界神明联谊会我们整体的活动，再次感谢他们，谢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新宝和尚为我们颁发这一次的一个结缘礼。
由于您的大力赞助跟扶持，让我们这次的2020世界神经元运会能够借此圆满，而人类经历我们的进化，社会更加祥和，宗教之间更加相互包容尊重。我们也借着世界神经元运会的举办，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除难、永续群生、两岸和谐、世界和平。上供法会，恭请金宝和尚引领现场诸位贵宾代表上供，大众请起立。请大众面对门馆方向，请合掌。